半天，你下楼帮我取快递，我现在腾不开身。去取快递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想个办法把你处理了。怎么回事？力量被抽走了。头好晕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可我说不了话了。小雨，天气这么好，咱们出去约会怎么样？好啊，那咱们去哪里呢？那个不是我，去哪儿都行，只要是和你在一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不要被他骗了，我在这里啊。那不如去看电影吧。小雨，那正好，最近有一部新上映的电影，附近还有一家你最喜欢的烤肉店。小雨，好你个冒牌货，敢当着我的面撩小雨，我要你好看。